这盘棋可把吴老二给恼坏了，大优上千分，竟然呢让王铁锤翻盘跑了。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，吴老二摆了一个当头炮，王铁锤把马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之后，黑棋来了一个去头平风马，红棋知道黑棋的厉害，选择了一个稳健的三兵，那黑棋呢三卒，红棋跳边马，摆出了一副啊要走五七炮进三兵的这种套路了。那这个套路呢非常稳健，黑棋呢没有走常见的挺边卒，抢先变招，选择了一手高横车，那红棋呢就选择了五八炮的攻法。黑棋上马，哎，因为他要平炮压你，这个马已经马腿不活了，不能再让人家把这个马给摁住。红旗呢高车，黑棋横车过攻，红的再走一手车二进六，哎，你不点进来，人家炮一进来把你封住，你就没有便宜了。黑棋呢高车，下一招要对卒活马，那红旗开炮把卒打掉，黑棋呢先冲个边卒，不能容忍他再打一个。那红旗呢平车占肋，黑棋补一手士，红旗高车巡河，黑棋再补一手象，红旗呢平车对车。黑棋这种啊可以考虑啊把车平到边线来躲开不跟他对，实际上他是对调，对调之后呢选择了一手啊平车捉马，想跟人家交换，你吃炮他吃马，但是这招棋啊应该说是一个败招，由此啊局面落入被动。红旗呢平炮一拦，黑棋有点头大，下一招卡住了象限，人家要过兵了，这个马就危险了呀，这边还吃着炮，那黑棋呢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个马标出去，现在呀是个担子炮，那红旗过兵，黑棋进马，红旗呢就踩你的中卒捞取实惠，你要是踩掉打过来，铁帽子一震底车永无出头之日，那这好不容易标进去一个小马还能给人家换掉，那他再一飞，你这个马你看看辛辛苦苦跳了好几步，换人家加了一个子，从步数上吃亏了。红旗现在多兵，五个兵都在，黑棋不能容忍，先搞掉一个。红旗呢下兵给炮升根，把车封住以后呢这个车呢就解放了，那黑棋呢选择了一手高车，以后呢想解脱这个，那红旗呢先补一手士，补一手士之后，黑棋呢冲边卒，冲边卒之后下一招他就有一个呀进马踩你的中兵，你这个中兵一挺起来，他再进炮将你马腿绊住，再往下冲威胁你这个小马，那红旗呢先把这个中兵挺起来，黑棋呢平个边炮准备呀打兵，红的赤卒，那黑棋呢把车开出来想跑掉，那红旗呢就过来跟他腰对，那黑棋不好意思再把车回来呀，那只能对掉吃掉。现在呀这个红旗四个兵，黑棋两个卒，多两个可以说是棋大双兵必胜。黑棋呢选择进马，以后呢想威胁这个小马了，那红旗呢也赶快逃跑，黑棋平炮瞄兵，红旗回马踩马，黑棋退回来，哎，红旗呢先退炮保住这个兵不让你吃，黑棋呢就往里面平卒，红旗把马标进来拦住这个炮，黑棋退一手炮，以后呢准备落个士把炮啊甩过来，那红旗呢再上马，黑棋呢选择了一手杨士，这招杨士啊就不如落士，那红旗呢进马，黑棋呢就把炮啊甩过来了，现在呀重炮瞄住你这个七路线，试图啊对你有所牵制，你现在你不能踩这个士啊，你要是挂正门一将我就上老将了，上老将之后你这个马一逃我就充足要给你来双杯献酒，那红旗呢选择平兵过来，黑棋呢补一手士，
红旗再平兵，先叼住这个高士。黑棋呢，选择一手进马。红旗呢，这边子弟到位了，他再派一路大军过来。那黑棋要是再不动手，那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过兵来这进攻你了。所以说呢，黑棋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得动手了。他把这个卒啊送掉，希望啊对红旗的这个七路线能够打开一个缺口。红旗吃掉，黑棋吃过去。红旗啊在这里啊可以考虑啊高炮先盯住这个卒。实战呢他是选择了一手知士，那这样呢就给了黑棋机会。黑棋呢平卒，平卒之后呢叼住了这个中兵。那红旗呢平炮，下一招准备一将，然后呢踩象。那黑棋呢来一手飞龙在天，将这个马呀给它盖住。红旗呢壮士，那这招壮士啊应该说是一步败招，太过着急了，因为你这个冲了之后没用啊，人家理你你踩掉了，人家不理你呢你又冲不下来，你也不能往中间来。那黑棋呢回马将这个炮拦住，而且呢还要踩你的小马。那红旗呢退回来，黑棋呢再把这个兵一吃，兵一吃之后下一招就一个进马踩马，你马逃开吃你的兵，而且呢还要挂将。红旗呢无奈飞个象将马腿绊住。那红旗呢把象一落，要打他的象，这边呢要吃兵。红旗呢选择了吃象，黑棋呢就开炮来一将，他这个士，然后呢他把兵一飞。刚才本来是多那个啥的，多这个双兵，现在呀俩兵都没了，过河的兵没有了，中兵也没了，兵卒一样多，但是呢人家卒都过河了，他这个兵呢还在家里呢，离这个老家还108000里的。红旗呢选择了一手出帅，那黑旗呢退炮，红旗呢就过兵了。黑旗呢这个平中打一下，他回来踩一下，那他靠过来，红旗呢再把小马标进来。下一手啊他准备回马踩你一群，那黑棋退炮，红旗呢平个中炮要打象。那这个黑棋呢走得很潇洒，我有双手何须对象，你要搞对象那你就搞吧，搞炮。你要是打一将呢出来以后人家还有一个平炮将，他选择了一手卧槽将出来，然后呢回马守住这个点。那黑棋呢就用这个炮来一将，来一将之后他选择了一手进中，他用这个炮啊在架个中，以后啊重炮来打你。他先退炮找个根儿，黑棋下卒以后找机会再下，红旗呢回个马，以后呢想这样来，那这个马在这没用了，他就以退为进，断你的这个马路。红旗呢回马踩住一群，黑棋高炮绊住马腿，红旗出帅，黑棋呢来一将，红旗进去，然后呢飞象，飞象之后这个打住这个小兵，顶住你的小马，那红旗呢选择下兵，黑棋下中炮，红旗再出来，那再来一将，再进去，再架中，再出来，再来，又进，那不能这样不变和棋啊，用这个炮架中，红旗呢就只管往里面来，
黑棋呢把炮一退，准备啊架中，红棋上马踩炮，黑棋再扳住马腿，红棋这时候选择来一手回象。以后这个马呀想往这回了，看这样子是，那他也回个象，象一下这个小马，这个小马呢他选择往这来，让他再抵住这个马，他没有再上来，他往里面靠兵，那黑棋呢就上马将他摁住了，红棋呢平兵，黑棋进马，黑棋进马之后，这个下一招就有一个回马，打你的马。以后呢，下卒吃你的炮。红旗呢，回马踩，黑旗退回来，他上马再踩，黑旗进炮将他绊住。红旗进马形成连环马，黑旗呢，炮进一瞄住，红旗出帅，黑旗呢就给他干掉了，吃掉。然后呢，下卒，你要是用士吃。我踩你炮带将，你来不及踩我这个炮。他选择用马吃，那他也是把炮踩掉。这样呢，黑棋得子，红旗飞象。乍一看好像这个马没地方逃了，但是啊，黑棋有一个将军，这样呢，马就活了。红旗上马，黑棋退马，他只能吃个象作为补偿。黑棋退炮，红旗呢在进中，黑棋回马踩住一群。红旗进马保住这个兵，全靠这个兵过日子呢。平过来要叫抽，赶快逃跑，退炮。以后呢，绊住马腿吃你的兵。那红旗呢，用个象做诱饵。黑棋啊，还是应该绊住，把这个兵先吃了。这个兵是心腹大患，他呀非要搞人家的对象。哎，你把我的对象搞没了，我也把你对象搞没。让他赶快回马。这个时候你不能吃，你吃他回马给你踩死，那就和棋了。黑棋呢，退一手炮，红旗也是回马踩，黑棋平炮，马后炮杀进来，退炮，平兵，回马，下兵，来一将，出来，那这个士啊，不能丢啊！一旦让人家把这个底裤扒干净，赤身裸体之后，兵战化心，这个马一跳进来呀，对你有牵制，落个士。进马，黑棋呢进一手炮，红旗平兵，黑棋退马守一下，红旗呢回马踩炮，黑棋进马绊住，红旗呢养个士，黑棋老将进中，红旗再下士，黑棋退炮，红旗进马，黑棋再绊住，红旗来一将，黑棋出来。黑棋退马，红旗，黑棋进马，红旗再退，黑棋高炮抵住，红旗再进，下一招啊有个芭蕉马踩炮叫杀的手段，那赶快掷一手士，个中，那他回马，哎，打住马，踩住兵，他退炮，啊退马踩炮，黑棋呢退炮，你现在敢吃士，我平炮把你马打死，他再进马。让他再高炮一打，他再退，他再退，他再进，啊，索性啊进老将。啊，红旗一看，那人家这个炮一走开，你这个兵啊还是在换士，索性啊他就直接换士，那吃掉。他再回，黑棋进马，现在呀形成马炮对马双士，这也是一个必胜残局，来一将。进不去，只能上来。哎，平炮罩住内线。现在呀，随时回马都要抽将你了。啊，退马踩炮，黑棋退炮，啊，退个士。哎，你一将他就垫马。你要是炮换马，一个马呀破不了双士，马可以胜单士。所以说他还不能将军来换，他就下帅下老将等一招。那人家就上士下士走闲棋，啊退。啊退，啊高炮，那人家呢还来一个御驾亲征上三楼，退炮叫马后炮，他又下去，哎你将他就电炮，反正你不敢打，啊来一将，
他又跳上来，他再来一将，他又垫回去。他等一等，那人家呢就上士走前棋，他再等下去，让他上个老将，看看红旗会不会进去。一进去把马一打，那速胜了。他不进去，上下帅走前棋，让他再来一将，他再上马，下老将，下士，进炮，上三楼，打士，直士，再平过来，他又下士，退一步，马后炮只能下去，来一将，变个马，出老将再等一手，那人家呢再上个士。再等一招，人家上下帅，他又进来不让红旗帅进中，他只能再上来。那他呢，来一将，上来，这时候啊，黑棋都看得很清楚了，回一将下去，再来一将上来，再来一将回去，再来一将上来，再来一将。下去，再来一将，上来，等一下，下去，哎，来一将，垫上，再来一将，上来，再来一将，只能再垫回去。啊，这时候啊，黑棋就开炮了，打掉，红旗呢也只好投子认负了。